杨师兄，你那边如何了？哎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 东西不在这小子身上，杀了他，继续等那个白帝。教训你们，何须？哼，就看你们有没有这能耐了。 故意把我们引到这里，难道是想把我们一网打尽？凭他们，不可能。五毒天华，对了，风香圣露，蒙长老和九黎长老有危险。风香圣露，五毒天华若得风香圣露浇灌，便能与天下任何毒药完美融合，青龙会就能将青龙绝命散。